全球舆论大动态尽在有报天天读。大家好，我是宋中平，大猪和小猪来给您拜个早年，希望大家猪年吉祥。那么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就是中美贸易谈判，希望有一个好的开端，好的结果。国际聚焦，我们关注中美贸易谈判。我们来关注中美贸易谈判，这是现在的大事儿。特朗普呢就称贸易谈判是非常的顺利，习特会可能本月将会在海南举行，也希望中美贸易谈判能尽快跨过这个坎儿。这是来自于星岛日报。下一条消息我们再来看金融时报，特朗普就说希望和习近平能够会晤签署结束贸易摩擦的相关协定。还有呢就是贸易谈判有个好的开局，那么希望呢习特会能够一锤定音，这是来自于大公报。